以后鸡胸肉买回家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比烤串还要好吃，8块钱就可以做满满一大盘，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喜欢的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鸡胸肉切成粗条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小丁，切好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切一点大葱跟生姜放入鸡胸肉里，再加生抽、蚝油、料酒、胡椒粉、蛋清、淀粉，然后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锅烧油，油热倒入鸡胸肉，开小火慢煎，把鸡胸肉煎至8面金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伸出你们发财的手给点个赞吧，感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。煎到熟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撒上烤砖头都好吃的烧烤料，再大火翻炒均匀，关火出锅，这样一道比烤串好吃的鸡胸肉就做好了，用生菜卷着吃，真的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你要是喜欢就赶紧收藏关注试做一下吧。